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但真正的自我只有一个。向前一步，我只在单挑自己。完美不是我的专长，天赋也是束缚。凭什么潮流需要被定义？我的风格，我自己决定。按下快门的我，才能决定世界的黑白与彩色。小爷，我就用荣耀8，荣耀8美得与众不同。